JJ, the swagger nuts.希望被蒸发了以后，眼泪是否还是流，灵魂是否还能解救。哇，真的太帅了，但这可不是 JJ 林俊杰的新 MV， 而是他的新歌演唱会。在激荡中穿越，吐出这宿命的原罪。接着林俊杰斥资500多万台币，三日在自己的工作室 JFJ 圣所举行伟大的渺小线上新歌演唱会，四面全 LED 的视觉舞台，大手笔打造 AR 特效，让歌迷们透过荧幕也可以感受到超强的震撼力。我想说今天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，然后其实不单单只是大家现在目前看到的，其实舞台呢，只要我踩到哪里，它就是我的舞台，好不好？给我一点光。不仅可以听好歌，还能近距离的与 JJ 即时互动，没有真实感的演出也让不少网友一度怀疑这真的是直播吗？有主 JJ 当场幽默回应，没错，你没在做梦。那跑过去的昼夜是孤独的修炼，说再见真的只有 JJ 能超越 JJ 啦。今天